客家树葵花顶港有名声，会港有出名，但要打造美丽树葵花海，做伫咧前四个月，就要栽种甲管理为好。咱每一冬哦，咱拢会变化这个吼、哦，咱这个栽种吼，这个方式吼，和、哦、咱的花啊来开开，会当个呈现吼、哦、啊不一样好、哦、的风貌啦吼、哦，来让游客有不同的体验跟感觉啦吼。伫遮足感谢，感谢着咱。台南地检署吼，咱的义务社会劳动力吼，啊，这个专案呢，啊来遮吼，甲咱斗相共吼，啊，当然啦、啊，每一冬吼，咱来的人拢无共款啦吼，所以咱真感谢，嘛要感谢着咱的里长吼，啊，甲咱的职工吼，伫遮拢不厌其烦啦吼，啊，来甲因教导吼，来甲因教导吼。这个花种下去会当更加水。田区需要先经过环境引水灌溉了，再个进行栽种，因为需要坐坐脚手，因此每当里长拢会向台南地检署申请义务社会劳动力来减轻各工的需求。咱树花种了吼，以咱的疫苗卖讲啦吼，为咱种迄落花苗开始吼，到开花大约差不多。120天至130天，吼、哦，伊这时阵伊就开始开花，吼、哦，当然啦，是看气候啦，吼、哦，气候变化嘛，吼、哦，你若较湿冷加较炙热，啊，会发起得，伊会开花得无同啦。就算提早四个月进种，嘛袂当保证过冬的树葵花就会当挂上花季。气候甲环境拢会影响到树葵花的生长甲开花。期待今年好好啊栽培管理了后、哦。每年三月份盛开迎接着游客，咱台视木兰山客家区采访报道。